我25岁，我在北京。4年前，我拿着自己第一个项目1年2班，寻找投资人。3年前，我拿着第二个项目火锅实验室，寻找投资人。2年前，我拿着第三个项目嘿，男朋友，寻找投资人。现在，我终于找到了那个拥有玻璃眼珠的人，出资300万，我开始创业。这个世界教我大喜就会大悲，所以我不敢哈哈大笑。我没有分辨真情的能力，所以我对谁都好。我害怕别人的冷脸白眼，所以我给了自己很多标签。我快餐吃镖套，衣服穿均码。我叫梳子，我独一无二的普通。我要用我喜欢的方式过着一生。我的梦想从这里开始，愿全世界温柔以对。3M 输了，你怎么了？受伤了，我肚子好痛。咋了？我大姨妈。我们今天说的几点到？付出写的通知单1点到，我上面写的清清楚楚，1点到1点之前把饭吃好。现在几点了？现在1:05了，你们还来这儿吃饭？这是吃饭的地方吗？你们头一天在北京吗？头一天参加工作吗？路上交通的时间搞不好吗？自己饿饱自己分不清楚吗？你们这样吃饭怎么有心情工作啊？但是我特别注重这个，一定要工作之前一定要把饭吃好。还有付出，谁是负责人？你是负责人，上面写的清清楚楚的，把饭吃好。你都怎么通知的他们？通知过。你有在提醒吗？负责人是干什么的？付出，你也不是第一天参加工作，你从大公司出来的，你说你们工资都多吗？你工资多吗？这种事情我怎么扣你工资？因为两个人没吃饭，我扣工资。你知道现在大家所有的工作时间都要往后推半个小时，20分钟吃饭，穿上工作。我，现在几点？通知1点是吧？咱们说好1点之前得吃完饭，是不是？那你们出个理由没吃饭？不是第一天来北京吗？啊！你说两句。你说你是老板，你说我们没吃饭，你自己都没吃饭，你凭什么说我们？你看你工资高吗？你还是大公司出来的。好了，扣钱了，扣钱了。你说你扣不扣扣你钱呢？因为一堆人不吃饭扣钱，这容易吗？今天大家说我的我都接受，然后那个这件事情晚上再回去写罚款单，每个人都要罚。付出，你是负责人，你自己去写，承担责任。大家工作推迟半小时，误工费。快吃饭，半小时吃饭。你给说吧，给我们钱还是我们给你钱？908。现在来是吗？现在就来，对，现在就来。你看一下，我们这里还有一些什么，吊顶的板呢、地毯呢、瓷砖，看看你们收不收。你要收的话，你就帮我们，我们给你了，然后你免费帮我们垃圾拿走，垃圾收。好，拜拜。
子啊，嗯，然后剩下的分给我就行。我们这样是不是不太好呀？他说跳就跳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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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跳
小熊内裤露出来了。啊 ，sorry。写了一首新歌，转眼又到了冬天，现在我唱这首歌，退出圈壁找个地方，那个蓝色按钮可点燃，订阅我们不会让你们失望，谢谢你们听我唱完，冬天快乐，别感冒了，因为我很爱你们。大家记得退出全屏订阅我们哦。最近我也感冒了，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身体。最后祝大家新年快乐。